80年代尾啦，咁就喺美國教緊書嘅，咁就知道咧香港咧有一間新嘅大學出現，就係香港科技大學。咁啊，我好有興趣咧，其實翻嚟香港嘅。當時咧，其實咧好多我嘅朋友啦，叫我唔好翻嚟嘅。 但我覺得咧，呢個一個即係千載難逢嘅機會，有機會咧set up一間新嘅大學，唔係咁易有嘅呢個機會。咁所有嘅課程設計啊，或者係一啲實驗室嘅設計啊，所有嘢收生啊，各樣各樣咧，全部咧都係即係好小撮嘅同事負責。個工作量係好大，咁但係個滿足感咧，亦都係即係好高。喺1996年啦，我就第四五位嘅本科生嘅同學咧，去美國南加州大學去參加一個商業嘅案例比賽。那個比賽咧，我哋就攞咗個亞軍。 咁啊，翻嚟咧，全部都有啲報道嘅。咁我自己都覺得好開心，因為咧，呢個案例比賽咧已經變成科技大學商學院嘅一個即係每年搞嘅一個盛事。科大創新無限，科大 number one。